小沈总，哦，真人秀，对不对？你要去哪儿？机器呢？机器呢？叶小姐，我宋七好心劝你一句，这前面就是黑风寨了。哦，小沈总，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？觉得我的 PPT 还不错，对不对？什么 PPP？ 叶小姐，你就好好待着，准备上山享福吧。魏刘江那个小子不懂得怜香惜玉。干嘛？我要解开了，你又寻死觅活怎么办啊？啊！哎，叶小姐，你就好好待着吧。我黑风寨的兄弟啊，都好着呢，不会亏待你的啊！哎哎哎！这是不是横店啊？哈哈，你们这群演多少钱一天啊？男一号是谁？好像不是在拍戏啊。看见没有，那打机器时光机，这东西能穿越吗？哎哎，宋什么七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。第一，这什么地方？第二，这什么朝代？第三，我是谁？你是被我们吓傻了吗？啊，你快说，你快说。天哪，我穿越了，我穿越了。